韩式料理店。耶、大家应该因为我们他们两个也还蛮喜欢吃韩式料理，对，超爱吃，所以就是想要介绍给大家我们爱吃的韩式料理店哦。这是炒冬粉，然后你看料很多，就是都是大块的菜，大块的肉，没有再让。你介绍我们 Q 对，就是很 Q， 它的冬粉也是就是从韩国进口的冬粉。对，这个海鲜煎饼是必点的，对，必点海鲜煎饼，还有两种口味。还有还有一个黑的，然后一个正常的。黑的就是墨鱼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炒菜啊，吃不完。对，烤肉了。我还在忙着烤肉了，烤肉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啊。那就多给你们块。嗯。这边很棒。OK。好啊。再见。Next。一手掌握，一手看，不只是周刊，这个赶快去免费下载全新的这个一传媒的 APP。对 APP， 记得哦，赶快去下载。我们两个庆功，拜拜。